新方向列车启动。好，它有一点重啊、哦，小心。这个胖卡呢，它所代表的是新时代创新以及执行力，它甚至是有可以把很多轻创的，把很多新创的，把它变成一个梦想的载体，把它变成一个平台。就像是我们今天呢，特别跟我们的木作达人一起来合作，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跟新竹县在地的我们很多轻创的朋友哦，那透过这个平台，它就像是一个梦想的翅膀一样，带着我们呢走向新方向。